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重点，叫做位移跟路径场。我给各位写过的学习单，要你分辨这两个的不同。第一个，前面讲的是位置，你怎么描述这个佛像、大楼跟太空梭的位置？你会怎么说？你可能会说，佛像在大楼的西方5公尺，或者说在太空梭的西方15公尺。请问你大楼在哪里？你可能会说在佛像的东方5公尺，或者说在太空梭的西方10公尺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说法，在这里，你这个描述就叫做相对位置。相对位置就是相对某一个参考点、某一个基准点，离它到底有多远，在什么方向，距离跟方向标示出来，离一个参考点。好，基准点它的方向跟距离叫做所谓的相对位置。刚才说的话，太空梭在大楼的东方10公尺，或者说佛像在大楼的西方5公尺，就是大楼就是我们的参考点，我们的基准点，以大楼为参考点，在大楼哪一边，距离有多远，方向在哪里。当我说佛像在太空梭的西方15公尺，那就是以太空梭为参考点，然后呢，说它在什么方向、多远的地方，这叫做相对位置。相对位置，好，基本上位置都是相对的，距离什么东西有多远啊，在什么方向、什么方向，这叫做位置。好，有了位置之后，后面就会扯到所谓的位移啊，什么之类的事情。根本的问题，他说有一个台风在这里。请问你，这个叙述是以为谁为基准点？第二个，用宜兰当基准点，或用恒春当基准点，我们的说法描述会不会一样？这当然是超级世界恐怖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讲这句话，那立在宜兰东北方102公里的海面上，讲这句话表示我是以谁当基准点呢？停车站借问，大帅哥或大美女，帅哥12，谁呀？宜兰，请坐。这个站就叫宜兰为参考点啊，在国语就是宜兰嘛，宜兰东北方嘛，当然是宜兰的参考点，不是废话吗？那如果改用恒春当参考点，你所写的位置跟方向啊什么之类会不会一样呢？这也是没有什么程度的废话。有参考点 A 参考点 B 描述出来的会不会一样呢？ Number 5 PD 5号啊，不一样。基准点，请坐。基准点不一样，带来描述的答案就会不一样嘛，因为你是相对基准点的位置，所以基准点不一样，你当然描述出来的长度、距离或者方向就会不一样嘛。如果改用恒春来讲，它变成在东北北东方250公里的海面上，所以就会不一样嘛。这是一个小问题 ，OK， 只让你了解一下相对位置的想法。那这也是相对的想法啊。五郎迷路了，然后呢要求援。告诉人家说，我看到大坝尖山的主峰在我的西北方，那请问你，你应该去哪里找他才找得到？他说大坝尖山的主峰在我的西北方，那你要去哪边找到他？去哪里？去小坝尖山啊。7号谁？去哪里找啊？不会哦，不会吧？喜马拉雅山可能稍微远了一点。我说大坝尖山在我的西北方，是以我当标准。所以大坝尖山在西北方，
对你而言，没动的叫做大坝尖山，是要倒回去走，要往它的东南方去找那位大哥，找那位大哥，就是相对位置的概念，基准点不同，描述的方法就不同。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所谓的相对位置的想法。